首先呢，要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们魔术魂的支持，才使得我们一步步的成为华人原创魔术的第一品牌。魔术魂创立于2005年10月5号，由现任 CEO 红豆所创办。起初呢，只是一个与同好们分享魔术的网络平台，现在已经发展成专营国外原厂魔术产品的公司。如今魔术魂更致力于推广华人的魔术创作，已成功将许多华人魔术师们脍炙人口的创作与想法推向国际市场当中，也使更多华人魔术公司开始重视原创商品，可以说带动了华人世界的创作风潮呢。魔术魂至今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我们即将正式启动学徒培训计划，培训为期12周，不论是魔术思维、表演观念，甚至是创作启发等主题，我们都将为你安排一系列的主题课程哦。只要你对魔术怀抱着梦想，渴望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魔术作品，并且发表至国际市场当中，进而成为未来的明日之星，魔术魂将会是你最佳的选择哦。